九原，你怎么又把我拽你画里了？昨日在你家，大和国墨池院山主，墨山山即墨池院弟子道。你是得道上仙，当超脱人间，不是凡尘俗世啊！莫要再使什么手段了。倘若我一定要能换取他的一切，多谢。 在大河国的墨池苑，有座莫干山，山便出行那里。傅九云，有冬日的暖意，有浮躁的禅意。你喜欢你，我很开心。也许从此以后，会像此刻这般安稳，就做一段最后一步，不要人夜间的眷恋。 一眼万年的初见，你是凛冬无声处。我还是想办法，到底要怎么？慢慢让我如期凄厉一句，像这样安稳的日子，恐怕也不多了。我想看你写字，帮你写个备。好吧。突然很希望，现在这个时候，以后是以后的很多时候。命数，上天早已注定。 只是今日对你却有几分担心。其实也没什么。既然战书倒下，是时候该了结此事了。我宁愿同你一死，也不想让我片刻的空闲。你跟着我，真心超载，终于还要救援。 龙白无畏他，谈笑间明月多少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回家了，还拿回了灵灯。我们总算有了一句，那么要不会情深似海，只怕。 我身虽灭，妖神计较复活，这世界都是妖的天下。要是你敢复活，普遍之下没有人能与之对抗。师父，你让徒儿来一趟，确定是这样。我倒是希望他知晓我是灯心城，能苦尽一些。我相信你。这是我的命运，我逃不掉的。 送你的东西，你是灵动无声处的雪，让你我温暖之间。我不相信你，我趁万家灯火明灭，只人生缘又变迁。我来迟了，是不是在怨我？在等你。 千古诗篇。